是老毕，欢迎来到老毕实验室。到了秋天，树上总会有很多漂亮的树叶，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这些漂亮的树叶保留下来呢？那么今天我们就开箱一款制作树叶标本的神器，就是它，塑封机。结构非常简单，加热以后，这边放入需要塑封的塑封膜，另外一边就可以出成品。好，机器预热完毕，我们拿几片树叶来试一下。把树叶放入塑封膜，从机器的一端插入，看，一个漂亮的树叶标本就做成了。还可以对树叶进行染色，然后封装。看我们做的标本是不是很漂亮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。我是老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